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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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对，就是白文鸟的叫声。你可以再快一点吗？不行啊！你看我是这样，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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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换你。气不够快吧？啾啾啾啾啾。在干嘛？到底在干嘛？烦哦。还好啦。啾啾啾啾啾啾啾。算了啦，好弱，超弱的，没关系，没关系。海边哦，他女儿失踪了，终于有点感觉了。哦耶！噔噔噔噔。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表情哎，哎，哦，嗯。嗯，好好哦，家里还有女佣，觉得羡慕。有钱人，日本很多有钱人吗？跟台湾一样啊，台湾很多有钱人吗？还蛮多的哎、欸。那日本就差不多喽。日本很多台湾的那种事情吗？例如恐龙法官啊，也有啊。嗯，也是有啊。可是日本人很容易遗忘事情吗？不一定。他们的死案不是抓很严吗？对，日本人死案是抓得非常严的。觉得他们连涨个价都要道歉，星星都不鸟哎、欸。之前那是因为日本的人对于今天他发生他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抵制到底，抵制到你倒。好厉害！台湾不会啊，台湾其实蛮健忘的。不是啦，台湾人因为本来生活就不是很 OK 了，所以人家在寄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根本就觉得没差，就是反正我那我就接受吧，这样子那种感觉。好吧。对啊。因为我之前有看新闻，他们只是东西涨了五块，就还开记者会，我觉得哇。他们因为他们怕失去明星啊，也是啊，结果还是讲了很多话。对啊，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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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哦，有触动的声音了。你那个一话、啊、还要讲多少啊？很一话大概可以玩个四五个小时吧。真的假的？可能还超过。你说你平常无聊就玩这个打发时间哦？我坐车或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啊。哇，那我从台北坐到高雄，可以玩就只能玩一话哎、欸。对啊。嗯，这个游戏耐玩度好像还蛮高的，很棒啊！而且你现在才玩第一话哦。对啊，他第一话他光讲话已经浪费我十分钟以上了。你说他浪费？就他都讲那个我听不懂啊，慢慢还骂人家低能儿哎、欸，这翻译的问题嘛，太直接了吧？对啊，他第一话他光讲话已经浪费我十分钟以上。你说他浪费？好了，我要开始了。嗯。嗯，我以为已经开始了，就还在讲话。他刚刚说前面那个第一话的那个题目是什么？是消失的密室吗？客人会消失的。衣服服装店。哦，刚刚说前面那个客人会消失的衣服服装店，是试衣间吧？对。哦，是那个都市传说，不是说是被绑架的吗？
那就要看你，就是你怎么玩它，因为它结局会依照你的选择不一样。所以我玩一玩一画要花一个小时，所以我要玩的玩到彻底，所以至少花五六个小时。那就不一定了，看那你，那你。那你的时候就来个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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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很适合养朋友，你可以跟他对话。机关枪哦，怎么厉害？你刚刚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吗？没有哎。感觉，他是整部小说都放进去吗？他总共出了三代啊。加上后面的是四代，然后每次都有不同的都市传说，他们编剧编得很棒啊！好、哦，有了有了，要得到小姐的情报，最好的方法是，装清楚好了。我又被骂了，他好凶哦，蔡北北。你不会是在跟冰之女王大人在讲话吧？就是那个马甲。对啊，他就是冰之女王大人啊。哦，所以他常都这样子哦。他就是超级傲的一个角色啊。傲娇吗？他没有娇。是。他就是傲。欸、他的朋友啊，那个气色没有很好。哦哟。他可能是卡到了。对啊，是满脸通红的跟我讲话，好吧？嗯，他跑去质问那个小妹妹，好可怕哦！啊？那小妹妹竟然骂大神哎、欸，真的是。啊，有了，得到了一个成就。嗯，好好，你明天休假？休半天。不错啊。你一天有可能玩到一画吗？有啊。那你平常一画要玩多久啊？就四五个，三我刚回打字吧。我刚是有问过你一样的问题。对啊。我归大强。我的实况都已经录下来了，你等下可以自己看。不要嘞，科科。你可以自己看。不行啊，不行啊，我们做人哦，不要回顾以前。没关系，我会剪精华。不要啦，我们是那种。我把你的啾啾啾剪成超级的精华。超级啾啾啾。啾啾啾啾。那我们之后如果晚上一起玩 game 就可以开实况了。可是这样子，我怕那个就是算了，大家也认不出我来，你会耍白痴。不会啊，我的台就可以用固定的人啊 ，OK 的。你知道我在高雄那个形象很重。笑屁了，真的啦，这包袱很重，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哦，因为我男朋友他就骑车，然后我们就看到前面有零件，然后说我们应该也不会被拦，就我们就被拦了。后来他大灯啊就没有开这样，然后他就跟我男朋友要那个新驾照啊，然后他就跟我要，然后我就说哦我忘记带，帮我报身份证号码给你好不好？他说好。他查不到任何东西耶，谁的？我的啊，他查不到，他就说，嗯，你什么都没有。我说对啊，我没有机车驾照，也没有汽车驾照。他用很质疑的眼神看我呢，超气的。可
可是啊，我就不会啊。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可是我有大食客的证照。没有啦，我有，可是我有一餐吃六碗饭的证照。我可以一个人吃两份元宵，你可以？我可以一个人吃两遍大披萨。对，好啦，不行啦，这个不要讲出来，丢脸。我可以在吃寿喜烧的时候一次叠60盘。那太夸张了。我可以在吃寿喜烧的时候，人家都很努力的在吃，然后吃完就收走。我在寿喜烧的店里面叠巴别塔，不行啊，这样子太明显了。我们要有包袱，有包袱。可是你上次来比我之前看到你的时候，再瘦了一点点。我吗？嗯，你觉得我瘦了一点点，可是我变胖了耶。我要开心还是难过？你变胖的不是你是，我真的觉得你是肌肉的那个量上升了。我也是觉得，我每天都在扛货哎、欸。啊，肌肉量上升就会变比较重，因为肌肉的密度比肥肉就是脂肪来的那个啊重。而且我每天都被大姐电、欸，电到都麻痹了，你知道？什么叫被她电？就是都做错啊，像开发票。我今天发票啊，订过头就被他电，不过算了啦，给他电啊，自己做错事就给他骂、啊。而且大姐还蛮好笑，像我们都会说什么，谁跟他来呀、哦？他的口头禅是谁跟好压不压丢呢？超好笑，我笑得很疯掉了。啊，你台语还没有很熟？我的台语并不好。没关系啦。你如果实况，很多人会听得懂。所以干那好意啊，压掉。其实我也不懂，所以干那来压。主持人到今嘛，没看过驾北七。哎，很好，这句话学的不错，谁教的？以前的朋友。可是你到学习不是都是学那个脏话比较快吗？我很少骂啊。日本的最脏的脏话就是把给阿罗嘛。对。好、哦、难怪那个时候我在那个看到一个妈妈骂小朋友，小朋友整个崩溃、欸，崩溃。嗯，被骂个笨蛋就哭成这样，那我们台湾人是不是那个容忍度有点大？日本人是还蛮多玻璃心的、啊，这是真的。对外也很多玻璃心哎、欸。对，像你就是你就完全不是玻璃心，你是钻石心。哦，拜托，根本是橡胶做的。所以只要是有。热情的东西一碰到你，你马上就融化。我跟你讲过，之前我看到了一个笑话吗？我为那个笑话我笑到疯掉、欸，哎、欸，我可以让你笑到疯掉的笑话。我在 PTT 那时候看，就是他们在聊那个，就有人在 PTT 发文说，就是我最近好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真的很喜欢她，那请就是想要请就是感情版的各位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她融化？你竟然去看感情版哦？没有，是他是那个就是。PTT 这样一划开，不是有那个热门今日热门文章吗？嗯他就在那上面啊。然后就他刚不是讲说，就是我想要那个，就是真的很喜欢他，那我想要追他，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就是融化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他讲，然后就下面有人，下面第一个就回，喂他喝岩浆。啊，喂他喝岩浆，真的会融化。我只形容过，你胃都融化。下面有人讲说，他讲的是精神层面的融化，不是物理性的融化。啊，我们要冷静一点。难怪你可以笑到翻掉。对啊，有可能。笑。唉。他讲了好多东西，冯女士好可怜，一定比其他人更难过。好，所以我要在这边等三个小时哦。什么叫等三个小时？就是一直按三个小时哦。
你在看他的故事剧情，就像翻页一样啊。有啊，在翻页啊，我感觉我已经翻了快30页了。你有点耐心好不好啊？你不会看小说吗？我会看啊，可是我喜欢看漫画胜过小说。那你哥可以看作是当做是有图的小说啊。好吧，我看看，我看看，看看看看。哦，这妹，原来我玩到这么后面。自在教学，我终于要看四阴间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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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你要进他的房间了吗？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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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啊，觉得紧张啊！哎呦，画面红红的。好，现在我开始不讲话。なんで？啊，又回来了。传说中的试衣间，你干嘛？你咳嗽、喉咙痛是不是？没呢。你安怎？的剧情有点冗长，不过我要保持耐心。没呢。这就像电影一样啊，你要慢慢的去抽丝剥茧啊，你现在才刚开始，电影一开始而已啊。那你他比电影还久欸。哪有3个小时不是吗？哪部电影拍180分钟啊、哎、拜托你自己玩，你自己是主角欸。哦，很累呢，又没有领通告费，动不动就要领便当。像猎人领便当速度就很快，有时候可能打一整集，然后后面两页啪啪、啊、领便当了。那你是希望主角领便当喽？哎呦！刚刚说我探出一个头好不好？你吓到了？还好啦。那你是希望主角领便当喽？哎呦！
吓到了？还好啦。哎呦！什么年轻人会对那种滴滴有兴趣？就跟你讲的那个巫毒娃娃，我跟你讲过了、啊，就有些人就是喜欢啊。嗯，你这样子，我的那个泳圈珠还是没有回来。我太回来，我应该会吓死啦。你在思考人生？没呢。那你在？我在看他什么时候会剪完。哇，你什么时候这么没耐心呢？没有啦，我的耐心在十二点以前就用完了啦。那你现在在干嘛？消耗我明天的耐心。你明天的耐心有存货？就提早用完啊。那你明天，那你还是先不要用好了，你还是明天先上班完之后再玩好了。不是，我明天上班，我男朋友在旁边不敢玩怎么办？他说：“怎么办？好可怕！”我说：“那你要玩吗？”他说：“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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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好像也是，那你现在玩到明天早上好了。不行啊，那我上班会翻白，然后我吓同事。哦，我想到这很好笑。我男朋友也是，他就说他想看看他翻白眼的样子，我就拿镜子给他看。他怎么看得到啊？对，哎，哪有超好笑的？他有没有逻辑啊？他跟我讲一片黑，我就哦，旁边笑快吐血了。有没有逻辑啊？他逻辑死掉了，这个。你看，我就说吧。其实我还蛮聪明的。他跟我讲一片黑，我就哦，旁边笑快吐血了。是，没有啊？你不觉得从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其实我还蛮有生活常识的。我个人觉得，我在对生活就已经有点算是生活白痴了。可是我觉得我比你强。哪有？哪里比我强？我哪里没比你强？你说，你除了会开车跟骑车以外，哪里赢我？生活的思维，做事的。效率，还有针对事情核心的观看跟未来的规划，还有一步一步来的一些中间的策划，还有与人相处的一些应对进退，哪个输你啊？说给我听听。你讲太多，你把一顿打趴了，你知道吗？你刚刚是在暴击吗？所以我说啊，你刚刚是连量加暴击。所以我说啊，你不是说你都赢我吗？来，随便我回避点的不够高哦，躲不掉哦，那就没啦。然后回避躲不够高，就跑这回。你刚刚是说躲不够吗？你刚刚是躲不够吗？防御不够，然后又被你暴击，力量加暴击。不是你刚刚说躲不够、啊。好了，差不多啦。你去南部学这个？没有，他们有时候。我也不会讲，随便啊，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啊。嗯 ，OK 啦，至少我今天还蛮开心的啦。对，就是这样，他继续玩，生气 ，Angry Bird。好，我看一下，我就是要讲你女儿的坏话，怎么样？爽嘞！
就只要讲你女儿的坏话怎么样？种类啊，他竟然没有他女儿的照片。日本很多这样的家庭，其实台湾也有了。你是说，就是不知道小孩现在读几岁吗？不是啦，就是没有放太多，没有办法放太多心思在小孩身上。啊，我觉得这样的小孩都好可怜哦。没有办法喽。怨恨，跟踪狂，算是被绑架喽。要靠你自己的思维去找啊！我的思维就是被拐了，应该吧？哎，这样子我还要玩了，算了，没关系啊！我相信我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哦，开始了！事件的概要是哦，我等了你这么久，终于出来了。原来我长这么帅。结果他还是在教学。你要先懂啊，不然你之后怎么推理？我柯南在世呢，开玩笑。我应该要不可思议。嗯，我刚刚是说绑架吗？嗯。啊，算了啦。事态所表明的到底是什么？有模型啊？欸，如果有没有可能不可思议，然后又机关，那会不会很白痴？也是有可能。哦，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人偶吼，有让我吓惊啦。欸，如果有没有可能不可思议，然后又我刚刚说吓惊吗？嘿，你连自己讲什么都忘了，你是怎么了？你被附身了吗？没有，我要确定一下，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很抖到，我觉得很好笑。你刚刚有吓到吗？那个，就是转过来，我刚没有发现他眼球是白的，也没有到吓到啦，就是可能少呼吸了两秒而已，就是诡异啊。对啦，就是少呼吸两秒啦，就诡异啊。嘿啦，诡异啦！好了，你一定要这样讲，我也成全你诡异。那就诡异啊！好，就诡异，很诡异，非常的诡异。喝个水。嗯，对啦，很诡异。宕机了。诡异的日文怎么讲？啊？诡异的日文怎么讲？萨卡勒。萨卡勒。萨卡勒。哎呦，真的从摩西纳那个路线开始走了呢。不要出现这个声音！是人哦！你不要拿起来，我怕怕。这是安娜贝尔吧？你刚才说一次，诡异的就是为什么说？萨卡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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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老师嘞！突然骂脏话，谁？他正就是哔哔哔什么哔，我还没他刚刚把就看完呢。你看着萨卡勒，萨卡勒。的脸都绿了。你开始感觉到这个游戏厉害的地方了吗？他那个妹妹在看我呢。他看嘞。你怎么了？我要记起来这个啊，所以我不定时讲。可是我明天有点忘记了。那好诡异是什么？萨卡勒斯基。斯基哦。斯基。为什么要加个 ski？ ski 是超过，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啊，喜欢你不也是什么 ski 吗？那是 ski。你会不会唱一休和尚的主题曲 ？ski 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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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笑什么？
扯。你刚不是叫我唱啊？不就这样唱吗？现在我为了要让你有点就是那个，让你有一点那个叫什么能量，就是正面的能量，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下去，就不要这么害怕。我决定要唱一首《男子汉》。我不要听，我要关机。太负面这个歌。哦，艰苦的训练，从哪里开始找？看是选手的名字啊。哎，秀和尚歌不就这样唱吗？心所战，让匈奴体操都觉得好烦哦。总会很发明这种歌啦。你没听过这首歌吗？你说哪一首歌？这个、啊。你们笨拙散漫有你有唱歌吗？我会改变。没有的，我有包。要成为男子汉啊，不认输。干嘛这样？加油啊！哎，觉得傻眼。怎样？哎、欸，我在帮你舒缓情绪。哎，我跟你讲，这个游戏如果我今天不在，或你男朋友不在，你男朋友在，可能也没什么屁用了、啊。没错，哇，可能会比我团砍更大块。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相信我，你绝对被自己吓死。哎，这个时候就要唱个一休和尚的歌。好，开始。不要，呵呵，我刚刚唱我自己唱都觉得很白痴。哎，有点可怕。这比玩那个大中天还可怕，这比那个可怕多了。这样子，我今天刚晚上看的那个《魔法少年假修》的那个正面能量都没了。《魔法少年假修》真的是一部还蛮好看的漫画，叫样样。Oh my god！ 你不要给我看那个。我爸把手机拿好远哦。糟糕！你要干嘛啦？怎么办？我很害怕。哪里害怕？他叫我要不要看那个人偶的四肢跟脚下？哎，看脚下跟抬起人偶的四肢哦。怎么办呢？我到底是要好奇心还是恐惧？你要说诡异是什么？你到底怎么了？你我要我
我又忘记了什么。你现在只要学一句话就好了。嘿，可爱，可爱。好了，我看了，手机拿远远。不要出来！哎，他没有看哦。可爱。哦、oh, ，这是什么？啊娘喂！这是狐狸吗？什么是玉虫啊？嗯，我剩四个勇气了。啊，我蛮大胆的。斟酌使用哦。啊，是哦，斟酌使用哦。好吧，好吧。嗯，斟酌使用。嗯。哦，日本有别的国土哦。有啊。哦，有我们误会他了。两点了，对啊，先存档好了。怎么存档？按三角形还是正方形？我记得三角形。哦，先存档，明天再玩。不然我真的会翻上班上到翻白眼。想想看刚刚的情节。不也嘞？睡吧。不也嘞？我等一下去听个那个东森幼幼台的健康歌，这样子就用幼儿的左三圈右三圈哦。那好久了，左三圈右三圈很久。现在是什么？算了，我就看 Dora 好了。嘟嘟嘟嘟 ，Dora， 嘟嘟嘟嘟 ，Dora。希望用可爱的 Dora 来洗净我心里的恐惧，心里的污秽。是恐惧，污秽太过分了。嘟嘟嘟嘟 ，Dora， 你到底什么东西？哎，我找给你看。我不要。哎，那是个很有名的幼儿频道。哎，我不看幼儿，我怎么可能看幼儿频道？干嘛这样？他教英文的。哦。他是英文的教育频道，英文的儿童卡通。嘟嘟嘟嘟 ，Dora， 算了啦，算了啦，没关系啦，我下次逼你看 Diego 你就知道了。Diego 是什么东西 ？Dora 的表哥。这是。干嘛？什么东西？就是 Dora， 他就是走那个，就是 Dora 跟 Diego 都是教英文的啊。那你英文有变好吗？没有啊，你看干嘛？就看可爱的啊！哎，拜托，很多人看色情片，他们的那个也没多好。色情片？对啊。怎么会突然讲到色情片？
因为看我看那个儿童英文，我也英文没变好啊，就一样的道理啊。你这个比喻太奇怪了，而且被时光录进去了、啊。没关系啦，他们不会知道我讲的啦。我现在把它开大声，哎、欸，我给你我、嗯、我给你我的实况台好了，你就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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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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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那以后开实况，我们家的猫咪在旁边吵怎么办？可以拍它，它是一只。你看我的实况的那个 logo 超好笑。我不要看，我家在看。我跟你讲哦，嗯，我的猫咪啊，因为它现在暂住朋友家，然后它我那个朋友一个室友是一个女生，嗯，然后呢，我第一次就是请她带照顾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去接猫，然后那女的就跟我说，哎，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她叫馒头，说是哦，我都叫她牛牛，因为她是乳牛猫，嗯，她说，我说她叫牛牛，她晚上都跟我睡，我超气的，我说你这个低沟。你跑去睡别女生的房间，而且都跟她睡在同一张床上，可能会寂寞吧，因为毕竟可是我漂，可是我漂养过的地方，他养了六只猫，啊，可能六只都不熟啊。可是就是很猪哥，我说你已经被咔嚓了，你还跑去睡女生的房间。真的是很猪哥，不过看到他这么可爱的份上，我就原谅他了啦。已原谅，对，已原谅。好了，赶快去睡吧。OK OK， 加奶，拜拜。晚安啦。OK， 拜拜。拜。